八月四号到七号，中国在台海周边军演，台湾近海四周都是演习区域。为了提醒渔民海上作业注意安全，南洋渔业电台今天开始每两个小时播放一次演习预告讯息。七四、七五、七六、七七，在咱台湾附近海域要进行军事操演，为的大概。淡水外海，230海里。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元龙表示，演习期间对渔船海上作业一定会有影响，渔会会请海巡署提供及时资讯，将及时演习动态广播出去，让渔民掌握正确且快速的讯息。大量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区域哦，伫台湾北部的区域，甲这东北部的这个区域哦，都如甲阮这个哦，阮这所有船啊的这个三卡号啊，这个哦作业的哦，拢有关系啦，包括军船哦，和这渔区拢较有关系啦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渔业署哦，我伫等伊那边报迄个警卫都出来啦。啊，目前为止哦，拢有台下渔业团体甲这个。啊！台南电台哦，叫伊讲爱注意安全啦，因为当有的船啊，伫要伫海底嘛，哦，啊有的要伫港内嘛，啊嘛唔知这个消息啦，啊所以讲我即个你叫咱这个渔业署迄边呀哦，正确这个啊演习的范围哦，经纬度，赶紧互阮渔会，阮拿大提名来宣导安尼。对于共军演习，也有渔民表示不用过度惊慌。就像台湾也会有例行性的演习一样，用平常心看待就好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